姆戈雅的托昆波。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公路金主场迎战骑士的比赛，靠着字母戈雅的托昆波 Giannis Antetokounmpo 在第四节关键读秒阶段从詹皇詹姆斯 LeBron James 胯下偷走球并放进制胜球，中场公路以119-116险胜骑士，中断骑士近期五连胜。今日比赛双方打出精彩进攻战，其中公路在第二节攻下39分比下骑士的24分，上半场打完公路以69-58领先。进入下半场公路持续扩大领先优势，带着14分领先进入第四节，不过进到末节风云变色，骑士靠着替补阵容闪电侠韦德 Dwayne Wade 及 Jay格林 Jeff Green 带领下仅花6分钟左右就逆转比分，随后双方都换上主力阵容陷入拉锯战。进入读秒阶段，公路后卫史尼尔 Tony Snell 投进逆转关键三分球，带领字母戈雅的托昆波在第四节关键读秒阶段从詹姆斯胯下偷走球并放进，中场公路以119-116险胜骑士，中断骑士近期五连胜。公路希腊字母戈雅的托昆波缴出准大三元，27分14篮板8助攻2超截，防守悍将布雷德索 Eric Bledsoe 则有26分5篮板2助攻2超截。骑士方面，詹皇詹姆斯攻下39分7助攻，不过仅抓下一篮板，两位板凳大将韦德攻下14分4篮板， J 格林也有13分4篮板。詹姆斯今日美国